杨丞琳近期在中国参加舞蹈节目，每每跳舞时都因她丰富生动的表情引起网友热议，甚至被做成网络迷因疯传。今日凌晨，他在社群分享节目练舞的花絮影片，表示再不发节目都快结束了。就有粉丝心疼留言：“哎，结束了也好，很支持你做热爱的事，但真的不想再看你被霸凌了，好心疼。”也调出杨丞琳暖心回应：“节目结束与否，跟别人对我的态度没有直接关系，人生有更多值得在意的事，开心一点。”面对一直以来的质疑声，杨丞琳日前也在节目吐露心境：“是看到播出，非常多我的粉丝是替我感到难过。”难过的点是，他们觉得我为什么要一直否定自己的舞蹈的能力。那我从这一期开始说，我没有不会跳舞，而且我明年就要奔四了，老娘还是要跳下去。